南投花山基金会对10月28号开始，在各乡镇市户口30个单位来举办万圣节创意搞怪活动，募集发票。今仔日花山基金会服务人员就特别打扮做《西游记》内面的主角，来到草屯镇公所收集各界观众的发票。草屯镇长甘敬健也打扮做皇帝模样，共同为募集发票送贺祝寿长辈活动来徛台赞声。草屯镇里幼儿园的小朋友，以及打扮成第八届孙悟空等人的华山基金会成员，共同来到草屯镇公所，并由镇长甘敬贤扮演的方向带领之下，作为邀请社会大众顺手捐发票，协助落实长辈。我们所有的可以说全公所的员工上上下下哈。大家都非常的响应哈，我们特别感谢他，把所有家里的，甚至于办公室所有的哈发票全部都捐出来哈，我们的全民都一样哈，要动起来啊，一个人一票哈，投华山基金会一票哈，这样子可以来救助我们所有的老人哈。跟华山基金会呢，其实长年以来我们也都有捐助年菜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捐助发票的活动哦。那像以我们昨天一天哦，在我们区处呢，其实就有高达大概1000多张的一个发票啊。那我相信呢，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仅仅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来引起更多人来关注这个老人的一个照顾的问题。天气渐渐变寒，华山基金会为着协助关内弱势长辈顺利度过寒冬，邀请大家一人一票投华山一票，希望咱汇集更加侪的资源，让失能、失智以及失去外口的老大人有更加完善的照顾。会选在这个日子，特别是因为天气最近也冷了，那每年华山基金会在这个冬天在帮长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安度寒冬这样的活动，所以接下来华山基金会会一连串的寒冬送暖的活动，也希望能够大家从这个这个募集发票这个简单的随手之劳的动作开始，一起来关心关注我们老人的所需，然后也能够帮助我们南投县的长辈能够安度寒冬。捐赠爱心发票是支持社会福利团体的一种方式，也是一项大人小朋友都能响应的公益活动。华山基金会邀请大家拥有参与捐赠发票的活动，为县内弱势长辈奉献爱心。记者杜璇，差不多。